双十一快到了，我们看看有什么新品的香水上市。克洛伊推出了一款颜色清新淡雅的新品香水，放在有条纹的方瓶子，外加上一个小小的蝴蝶结，非常适合当成礼物。光看包装，你立刻就会想到这瓶香水也许是为具有独立个性的女性而设计。他们家为女性制作的香水一般以手工采摘的玫瑰为主要原料。如果你快速的触闻这瓶香水的时候，你不一定立刻能感觉得到玫瑰花的香味，之后你就可以闻得到来自摩纳哥的橙花的味道，还糅合了菊园以及还处于绿果汁状态的黑加仑。我们在这款香水的后味当中闻到了草木香，这款香水它的确加入了雪松和含羞草。现在我来总结一下这款双十一前推出的新品香水。玫瑰气味的明烈掺合了花果的清爽和辛辣，使得这款香水多了几分神秘和俏皮。草木原料的加入丰富了这款香水的味觉体验，赋予以玫瑰花为主要基调的香水几分沉稳和干练，所以它非常适合作为双十一礼物送给你心目中的独立女性，且不分年龄，你会送给谁呢？